王之晴首次担正做女主，网友感情线。王之晴寻日现身为中港合拍剧《只有情永在》开镜拜神。子晴今次在剧入面第一次担正做女主角，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入行第一次尝试女主角，所以都紧张。是啊，家人都觉得很好，因为这套剧有七成可以在香港取景的。是啦，咁啊有三成可能之后拍到第三至四个月先翻广州咁样。咁我之前都翻过广州拍电影咁样，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放心。子晴就话呢套剧系一套处境剧，有成40集金像，而且好快就会出街。自己仲希望入面可以有感情线，还未正式试过有。因为我以前啲剧好多都系暗恋嘅角色，即系都冇话真系知道大家中意大家咁。咁希望今次系有啊，系好似唔止一个感情线添，好似。会唔会有啲好激嘅啲场面？知道呢套剧会有啲好激嘅场面，但我唔知道有冇份。系啊系啊。你 OK 嘅。吓？睇下系咯，角色需要睇下个剧本点样系啦。